无论人生走到哪个阶段，您都会有想实现的目标。要敢想敢做，就需要及早筹划，积累足够财富储备。那您就不可错过富卫人寿的迎聚未来卓越版。这个计划的保障期长至被保人至138岁，还有三大好处及三重便利，让您的梦想随时起飞。第一个好处是助您增值财富，把握人生。迎聚未来卓越版的保单价值是由三部分组成，分别是保证现金价值、周年红利及特别红利。富卫的专业投资团队采用均衡资产分配投资策略，当中股权类型投资包括香港上市股票、环球上市股票和互惠基金及私募股权，令保单可以争取较高的长线潜在回报。亦有固定收益类型证券，包括亚洲及美国企业债券，让保单回报较稳健，可谓既保本更增值。而透过长期投资帮您财富增值，让您可以把握人生每个重要时机。第二个好处是灵活调动，无惧突发状况。计划在第三个保单周年日开始派发周年红利，让您在有需要时可透过提取周年红利去实现目标，或用部分退保形式提取部分保证现金价值及特别红利。即使遇到突发情况，能够提取资金之余，保单亦不会中断，继续为财富增值。您也可以透过计划的定期提款服务，或以一笔过形式提取累积周年红利及利息，以获得现金支援，让您从容面对。第三个好处是财富代代传承。这个计划最独特之处是设有无限次变更被保人选择，您可以透过转换被保人，令保单价值可以滚存至新被保人138岁，进一步提升保单的回报，并让您轻松地将财富传给您的下一代，甚至是孙子孙女，真正做到财富传承，富过三代。除了三大好处，这个计划带给您三重便利。第一重便利是简易核保，自在理财。一般来说，您无需接受健康检查就可以轻松投保。第二重便利是多项公款年期选择，更具弹性。您可以选择2年、5年或者10年的公款年期。您也可以选择利用保费储备户口预缴保费，全面配合您的财务大计，让您的理财规划更有预算。第三重便利是身故权益支付安排由您做主，保单权益人亦可预先选择身故权益支付安排。如被保人不幸身故后，可以一笔过或以每月或每年的分期形式支付，或综合两者向受益人支付身故权益，可以照顾家人不同需要之余，亦能让他们生活安稳。人生旅程充满精彩时刻，迎聚未来卓越版祝您将目标一一实现，有效累积财富，撑起梦想，将心意代代传承。